想要做一名优质的偶像，自然少不了经常给粉丝们送上福利。这时不时来个近距离的互动，就足够让粉丝们死心塌地。5月26日，奇幻偶像大剧《寻找前世之旅》在横店开放了探班活动，导演高林豹系主演马可、傅辛博、聂志浩、周雨彤等熟悉亮相。活动现场，男神们争先恐后的为自家粉丝们送惊喜，又是爱的壁咚，又是背后抱，粉丝们幸福的简直不要不要的。据悉，该剧讲述是由一滴眼泪作为交易，经历几番轮回，寻求真爱之旅。此番马克跟傅辛博两大帅哥要在剧中经历几世轮回去追求同一个女生。这戏里的情敌到了戏外怎么换了画风，不仅大玩起交杯酒，还紧抱着难分难舍，一对驸马 CP 就这样妥妥诞生了。走路是啊，妈妈是的，马克。因为我们很熟了，对，都是朋友。对，记得马可有一次来我家给我送东西，送了什么？不远千里，什么什么，都忘了，好多年以前，很多年以前。哦哦，那是怎样一段经历？很美好。具体的事情我忘了，我只知道他来给我送东西。对对对对对，就你们很多年之前。哦，对对对，阿姨还在家里呢。对啊，对对对，没错没错，因为我们都住在一个小区里。我们俩特这个，啊这个啊啊、对，但是我们很久都没回去过了。对对 对, 对, 对，我们就住，他住3号楼，我住2号楼，1号楼，那我们。我说马可，你还是真的实力耿直啊！不过作为选秀出道的傅辛博，早有挺城市美的称号。此番碰到了神坛里的沙天墨姐姐，不知道谁是这部剧的高颜值担当呢？我刚刚说过了，包子啊。包子跟飞鸟谁是颜值担当？啊，没有没有，都我觉得都是。对，马可真的，他昨天在拍那个镜头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很美，真的很漂亮，很帅，当然都有。戏怎么样？戏怎么样？戏很好。哎，好开心啊！对，好开心。对对对，而且那个度拿捏的特别到位。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在我导演来说，我选他们三个，就会因为三个都不同的美，应该是不同女生的情况都有不同的爱了啊。飞鸟很努力，然后。又有颜值，真的，特别的有潜力。